我就知道你会回来，你会带领我们迎向胜利，鲁塔尔。为了克利瑟斯，为了阿塔雷克，为了认识的荣耀，来吧，凡人。 死灵领主们，马卓萨斯真正的防卫者，请听我说。我们能守住这个圣殿，都要感谢这个凡人为我们的誓盟牺牲奉献。尽管统御者很久不在大厅了。 但猿猴行者体现了统御者要求五大家族坚守的信念，实现我们的意志。鲜血与雷霆，向前，凡人，举起你的符文刃。 我们的誓盟不断茁壮，马卓萨斯会获胜，暗影之境会胜利。随时准备出战，以统御者之名。能够驾驭统御者之力是至高无上的荣耀。不要浪费这个机会，猿猴行者。 心中有勇气、力量和谋略，足以战胜你的对手。我亲自赐予你这股力量，马卓萨斯的防卫者。 战场等着我们。 为了天选者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。士兵，有话快说。 贯彻命令，英勇作战。你是来检查的吗？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，出征吧，赢得你的荣耀。 我只接受胜利，所有军备任你挑选。你一定会喜欢我的东西，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。
没有神选者的铸造厂，我们只好想办法自己来铸造武器了。猿猴行者你负责防御，克敌制胜。虽然救了，但用他铸造的剑可是一如既往的。我离得做得好了。对马卓萨斯人来说，力量就是一切。在竞技场里证明你是佼佼者吧。
我已经逃出范围了。这下全马卓萨斯的人都知道你不是好惹的。
我们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。有新兵加入，代表需要更多坐骑。只有最勇敢或是说最愚蠢的家伙，才能捉到野生残异兽。
做得好，你拿下了一个难搞的家伙。仪式做完了没啊？离得太远了。
有什么命令吗？肉身会消失。小心，回到岗位。这些东西都保养得很好。喜欢我的东西。最近表现如何？解散。你想说什么？要有相当胆识才能撑到这里。Ha ha ha!